还好各有备而来啊。一元的生日，86年10月10号，长得那么老，哪像是86年的呀？谭豆豆，吓我一跳。牛桥梁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那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不得开开眼啊？这画不错啊。是吗？你还懂画啊？懂一点，一看就价值不菲嘛。怎么着，你是怕我偷你们家宝贝过来监视我呀？哎呦，我们家哪有什么宝贝啊，谭豆豆不喜欢那些东西，我都给扔了。那这画儿他画的呀。你这么聊天就让人很尴尬了。